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僵尸末日生存指南》。既然决定在武器店呢安身立命，那么我们呢先行修建防御工事。第一步呢就是先砍伐树木，收集木板。那么我们砍倒的树呢，除了用来制作材料以外呢，还可以用于生火取暖。我们呢把收集到的原木呢用锯子锯成一块一块的木板，然后呢在二楼呢延伸出一个平台，并且给它呢修上木墙。这个位置呢是给我们放发电机，方便接电线用的一个平台。那么咱们真正的生活区呢，其实是在三楼的。三楼呢刚刚好是武器店的屋顶，正好呢帮我们省去了大批的木料，用来当这个地板。那么施工的第五天呢，我们开始修建墙壁。后期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个油漆厂，来把家里粉刷一下。我们可谓是加班加点，连夜干。一定呢要赶在尸潮来临之前把家里修建完成。我们在三楼的中央呢设置了一个有四面窗户的这样一个地方，绑上我们的逃生锁，通过逃生锁呢下降到二楼。那么在二楼呢修建一个同样的电梯井，因为房子修建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的进出呢都要靠这个东西。因为一楼呢是我们重要的弹药库，房子修完以后呢是肯定要封死的。现在呢距离房子大体完工呢就差一个天花板了。可就在这天早上呢，我们却出了一个意外，不小心呢从四楼直接跌落到二楼。我们的右脚呢骨折的非常严重，先给我们的右脚呢消个毒，然后呢再用夹板给它夹上。还好啊，不是这个手骨折，要不然就没法干活了。这边只是脚走的可能会慢一点，所以我们更要加紧进度修建安全屋了。现在的我们呢是累了就睡，渴了就喝，起来就是干活。终于在第十二天的时候把所有的活干完了，咱们的小屋呢基本封顶。接下来呢咱们在家里呢收拾一下这些武器弹药，等待我们的骨折好了以后就可以出去找床找发电机，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是在睡凳子呢。看到这儿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呢可以双击点赞支持一下，别忘了关注我，看下集。